OK，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垃圾桶的分类哈。那么我们首先第一个呢是这个蓝色的垃圾桶，那么这个蓝色垃圾桶呢是我们的生活垃圾，一般吃剩的食物什么之类的，请大家扔在蓝色的垃圾桶里。OK，那我们第二个呢，这个有点像是深灰色的这个垃圾桶，这个垃圾桶呢是 recycle 的垃圾桶，也就是可回收的垃圾桶，一般呢是放塑料的瓶子呀，或者是我们有在亚马逊购物之后那些包装盒之类的。所以说，凡是可以回收的东西，就请大家扔在这个黑色的垃圾桶里哈。OK，那么旁边这个绿色的垃圾桶呢，是我们一般用来回收那种树叶啊、院子之类的东西，大家是一般用不到的。好，那么就是这一些。